视频更新有点晚，出去吃完火锅回来的，拍的视频。这个小口给它一掰，掰下来之后就可以打开了，就是像盒似的，一打就打开了。我的手指甲太长了，不好打。没还好，不太好脱壳，都是病。捞汁儿的是微辣啊，多吧，当当的都是冰。包罗沙冰，哎，巴拉。